大姐，这小姑娘是您的吗？您的孙女吗？是，这是我朋友家的孙女。啊，朋友家的啊。对。那个，您是哪个小区的呀？我是海岸明珠的。海岸明珠的啊。对。哦，你们海岸明珠在咱们银滩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小区啊。对。带泳池。带泳池，对。对，特别好。特别好。也特别好。哦。你们小区听说做过名人，对，是谁啊？有李光羲。李光羲是你小区的？对，就是歌唱家。对。哦。还有陈铎。还有陈铎，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。哎。他们来吗？来呀。他们来，你去年陈铎还来了，我们一起还出去玩去了。哦，你们都很熟悉吗？都熟啊。哦。陈铎的那个爱人姓周，周老师。哦。我们都在一起玩啊。哦。杨默的儿子，哎，青春之歌那个老师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作家，啊，也住我们小区，也住你们小区，对，哎呦，还真是 啊，看你们小区比较好，所以名人去的比较多一些啊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，哦，都互相帮助，是吧？特别好，我上你们小区去过几回，哦，看那泳池特别好，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开始游了，特别好，但是你们小区好像是对外不开放，对外不开放，进小区挺困难的，对，您确实。确实，是不是？小区真的特别好，对，特别好。像您是哪一年在那买的房子？我们是07年。07年啊，那比较早了呀。对对对，正规打造了，07年买。你们当时买的房子贵不贵啊？不贵呀。啊？不贵。多少钱？是几千4000多吧？4000多。4000多。四千多。哦。真的是特别好。特别好。房子的质量好，而且都是精装修。啊，都当时都精装修。是精装修的，到现在。现在呢，小区房子是不是落点价呀？哎，现在是价钱低了。得多少钱？现在怎么说呢？这个、有卖的二手房多不多？也不是特别多。不是特别多。对，你看那房子空着，可是都有人。啊，都有人啊。对，都有人，不是特别多。对，你们小区，我过去我去过几回。嗯。有一年我是专门是偷偷摸摸的混进去了，混进去以后。拍了拍小区里游泳的人，小朋友游泳，这个年轻人游泳，就老年人游泳都挺好。对，像公园，像公园一样。对，我们很少去海边，我们都是在淡水里走，在院里，而且那个负氧离子要比海边要高啊，比海边还要高，高好多呢。哦，嗯，你们那个小区好像是一个小，就是那个环境是个小公园似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对，就是。那个树木种类特别多，对，净是好的松树啊，好的，什么冷杉什么的啊，对对对，有是冷杉，对对对，对，树木比较跟别的小区不一样。我们小区而且比海边要凉快，比海边还凉快，哦，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。你外边热，一进小区，哎呦，小凉快可好了。对，真的什么时候上你们小区再玩玩去？欢迎欢迎！哎，在你小区游泳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啊？就随便游吗？就是外边的人不让进呀。那要进去就要进去就能游吧？你进去不行，我们要买帽子的，你买不了帽子呀。啊，没那帽子就不能游。对对，我们是看帽子。啊，看帽子。每年都要换帽子。啊，换不同的颜色的帽子。对对对。哦，有这一讲啊。哎，对。能买票吗？有没有也买票的？没有。没有，不卖票的。你像那个山水人家的话，他卖票。那我们不。票就是平帽子，就平帽子。对，你别人你想去了，谁给你买帽子呀？没人管的，我们小区团结一致，一致对外。哦，你们比较排外应该是。不是，谁去帮我们？要说你帮我们买个帽子，我们马上就问你，你是哪儿的呀？哦，你是哪儿的呀？哦，然后说那什么不管，然后谁都不管。哦，你找谁谁都不会管你。哦，所以说人家说了，我们这小区不给外人留机会，不给外边人到这儿来游。对对，也是这样子的。你不控制住的话，对对对，谁到咱们游泳去了，这东西就不好办了。对 对, 对, 对对，也是对的，真的是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对你们自己小区本小区很好，哎，对我们比较羡慕你们小区的人就不友好了。特别好，而且干净，我们干净啊，对，游泳池特别干净啊，游泳池，它是多长时间洗？每天都消毒啊，每天都消毒，每天都消毒。哦，真不错，干净。现在陈铎还今年来了没有啊？陈铎今年没来呢，今年还没来，去年来了，去年来了，来了。哦，来了10天才哦。来了10天，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去了。还有什么名人呢？还有什么名人呢？我们这儿什么又作家吧，又是什么那个诗人吧？
好多好多。我过去听说那个谁呀、啊，哎呀，叫谁？领导那什么就想不起来了，叫秦怡，是不是哪个小区的？就是上海电影明星，22大明星之一，在碧海花亭是吧？啊、哦，现在可能老了，年纪上不是过世没有？九多了，不得上百岁了吧？得。秦怡没有了吧？可能已经过世了。过世了，对。秦怡应该活到90几岁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、哦，没有了，也是咱银滩人。嗯，对。哎呀，真的，真是好地方，好地方啊！来了这一天，在这儿有的玩儿。哦。看早晨起来，我们可以去练瑜伽，在小区里边。哦。练瑜伽完了呢，就是打乒乓球、游泳。哦。然后我们小区里还配备棋牌室，有麻将机。哦。我们全都在院里。看你们社区生活是比较好的，小区生活很好。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对。真羡慕你们小区呀、啊！真的特别。可以买二手房，这到你们小区买去。啊、快乐了这一天。啊。好，谢谢大姐啊！哎，没事，欢迎你们到我们小区啊！好，关键我们买不到帽子。那你去，我肯定给你买。再见。再见。